我刚刚准备好的时候，想说，哎，还有10分钟，我就滑了滑手机，然后滑一滑就啊，差不多时间了，呵呵，然后就快点过来开，设定闹钟。可是我，可是我觉得我要，哎呦，它斜斜的耶，等一下，我想找东西撑一下。拿支笔撑起来。哎，不行哎，怎么那么难调？我觉得前提是我要记得要设提醒。哎呀，怎么没有东西可以给我撑一下？它一直斜斜的。我是刚起床的脸。我跟你讲，我基本上都是刚起床的脸。我基本上只要还没有起床过3小时，我都是刚起床的脸。因为我现在才起床40分钟而已，所以我还是刚起床的脸。我要3个小时后我才会开始有点好像醒了那个样子。所以我每次早早上培训，我都一脸要睡着的样子。怎么好讨厌的东西啊，好难调，算了，不管。全天刚起床。也没有全天啦，下午可能就不会那么像刚起床。上午都很像刚起床。怎么有气球啊？哦，对，我跟你们讲，就是怎么那么烂啊，哦，就是那个我们前几天在游乐场，就是我们换那个代币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游乐场不是都会换代币去玩吗？然后我们就换代币，然后换很多，然后那个老板就他送我们这个，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原来我头上有很多球球在哪里？原来在我头上，哎，原来他们在我头上。哎呦，就换很多代币，然后老板就送我们的东西，这种飞天气球。对，就是我们飞天气球。可是他送的飞天气球都有一点漏气的，因为我们换很多啊。不是那个，不是他那个熊。今天不上课。谢谢思源的礼物，快乐爱主席，谢谢你的花枝精粹，就是氦气球啊，对啊，就是这种飞天气球嘛。哎呦，它飞好远，好像我拿不到它。飞天气球，反正就是这种。然后可是因为他给的就是都有点没有气，所以谢谢小小的礼物。所以那个就是妹妹就在那边嫌弃嘛，就说啊，他都没气什么的。然后妈妈就说好吧，那我们自己去买那个那叫什么氦气的一罐 一大罐氦气，自己充气这样，所以我们就自己去买了。然后那个氦气罐子里面会附一些普通的气球，所以弟弟就先把那些那个有点漏气的先充饱之后，然后就把这种普通的气球一颗一颗的把它充饱，所以就好多颗气球这样子，就充了好多颗，就到处都是气球。他就充了很多颗气球，但是他在充的时候，你看，这些里面都有氦气，但他都不太会飘，你知道，因为弟弟他在气球里面
等于他在气球里面混入了他自己的气，他在他抽那个气球嘛，但是他先吹一半他自己的气，后面吹一半，然后再加氦气，就一样可以飞，但是就是没有飞那么快，可是一天下来就不飞了。可以请弟弟也给我充点气吗？你想要他帮你充气吗？打气球啊，气球。怎么了吗？肥宅只吐气，吐息。谢谢亲爱的玫瑰，好笑。玩变身游戏可以耶，还有气息可以变身的。你吐太多你自己的气了啦！拜托。这一刻没有吐哎、欸，这一刻没有吐哎、欸。真的、哦？那你太烂了吧？为什么？他气不是可以、哦？他有说这只能八小时。啊？为什么？可是。外面买的都可以两三天，不是吗？啊，好烂，为什么？他说这一种气球只能八小时，这一种它会漏气的那一种气球。它只会漏掉氦气，不会漏掉空气。一起漏。那为什么它很大颗？它本来更大颗，可是它也不会飞。啊，红色这一颗啦，它只有四分之一的氦气、啊。红色这一颗是刚开始就只能漂浮。哈哈，你看，红色这一颗，弟弟自己吹了很多气在里面。像这一种啦，就可以那个接近两天这一种。真的、哦？那粉红色的怎么也不飞？那个是因为时间到了，它气漏的差不多了。可是还有气啊。已经。哎、我在写写的，能把东西给我垫。跟它的重量差，已经那个重量比较重了。哦。比那个。太粗了，它塞不进去。太粗了啦。体育的气好油好油，好油！我公司有颗气球，已经看它八个月还没漏气。哎、欸，我知道，你有传给我看，那很厉害，是卡在中间。好油，斜斜的没关系，没关系吗？我头发好乱。我跟你们讲，哎、欸，那个卢卡有没有跟你们说，就是我们上礼拜。欸、我们礼拜六还礼拜天，礼拜天，我们上礼拜天一起去夹娃娃，然后我快崩溃了，然后我什么都没夹到、哦、我真的是我什么都夹不到，我还没那个塑料硬币弄掉，结果他居然立着，好棒、啊，这个是运气啊、哦，真的是，哎、欸，我真的是我超弱的，我就什么都夹不到，我快崩溃，有个逊。还是写的第三枚，嘿，有了，写另外一遍，对，写另外一遍，再往下，硬币还没有，对啊，这样子，还是写，那就两只放到最高，哦，好，这样有比较好一点，还是写，一点点而已，还好，比刚刚好多，还是拿竹筷最好，竹筷。下礼拜衣服搞定是搞定，但不太会穿，有点难穿。哎、欸，竹筷嘞，我们家竹筷。哎、欸，我都夹不到，我就一直淘它。可是你知道，就是我夹不到嘛。后来没办法哦，我们后来还有去玩扭蛋。我在你后面快要崩溃，不然我在手机屏幕内快要崩溃。对，我那个时候边跟弟弟视讯边夹娃娃，然后我都夹不到，就超惨的。后来我们又刚好经过。就是那个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的100块可以转一次的那个扭蛋机台，很大个的那个的那种，就是可以转到很多有的没的包包，还有就是转到一些真的既然这气球不要了，我就来射足一些包包啊，还有什么护唇膏、护手霜跟一些化妆品，这样就是我去转那个，我去帮弟弟转那个。卢卡有说吗？我帮弟弟转，然后结果，哎、欸、没有，然后那个弟弟就不相信我运气，弟弟不要丢啦，好吵、喔。弟弟就叫卢卡帮他转，然后我就说下一个是，
我就下一个是四甲，你们又不抽，啊，你那边说不要等一下，啊，我觉得不是，啊，别人抽了四甲，我没有觉得不是啊，我只是在犹豫要不要用。就跟你说是四甲，之前去别家也是跟你说下一个是四甲，啊，你又不抽。反正后来我就跟卢卡一起转，然后结果我们就转到了八，七甲哦。我们就转到七奖，七奖是一个小福袋，就是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就拿了一个小福袋，结果打开来哦，粉底，里面是一个粉底，那个他有给你们看吗？就是那个是我的钱，对，里面是一个粉底，然后弟弟就说哦他不需要，然后我就说好吧，那送卢卡吧，我就送给卢卡了，那个是我的钱。对对对，弟弟送给卢卡了，你看弟弟好棒哈，哦，帮我拍拍手，弟弟好棒好棒，弟反正就跟你说下一个四角啊，反正因为弟弟用不到嘛，所以弟弟就送给卢卡了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犹豫，我要不要也去转一个，跟昨天一样3/8/6使坏卢卡没有好不好？是转那个扭蛋哎，欸，因为他觉得卢卡运气很好，他就说那卢卡帮他转这样子。可是卢卡又怕他转的不好，所以后来就变成我跟他一起转。反正后来弟弟 就把转到的那个粉底送给卢卡了，那个超可爱的，那个是一个卡纳赫拉粉红色的一个粉饼，超级可爱的。他有给你们看吗？那个很可爱。不信老人也是鬼灭福袋一次就抽到那组口爆枕，哇，那运气也感觉很好哎，欸。我直接网路买，羡慕弟弟可以送化妆品给卢卡，哎，当事人来了，卢卡，弟弟送你的那个粉饼好用吗？哦，然后，哎呦，哎，他有跟你们讲吗？就是我在犹豫我要不要再抽嘛，结果在我犹豫的期间，有另一个人去抽了，就跟你说下一个是四甲啊，结果哎。他竟然抽到四奖，四奖是一个，就是可以自选一个390的包包，欸，哎，超好的一个包包就，我有跟你讲，我就，对，你好吵，你可以小声一点吗？你一直打扰我，哎呦，你去做你的事啦。我在拆气球啊，你去读书，你都没读书，你这个真的是很混，欸，你走开。对啊，你看你连妈妈都嫌你吵了。这个先拆下来，下次。你干嘛还重复讲话？一句话讲一次就好。我还是很气啊，气个头啦！那么气你自己去弄，真是。哎，反正就没有弄到，就哎，好可惜，真是。你朋友很喜欢卡纳赫拉，我也蛮喜欢卡纳赫拉的。我以前也喜欢卡纳赫拉，但是我现在比较喜欢角落生物，现在更喜欢角落生物，可爱。然后就是。然后我，因为我上次弟弟真的很会，蛮会，他算，哎，可他也没有很会夹啊。我们昨天去夹，结果他超懒的，又没夹到什么东西。你看啊，我就跟你讲位置不好，然后你还硬要夹，然后就什么都夹不到，超逊的。弟弟，如果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夹的还蛮会夹的，但是如果也没有，就是可能补完货的时候，位置也就是没有很好什么的，那他就只要是补货满满的我就 OK。少来了啦，那个鬼灭补的满满，你还不是没打到？他没补，哦，他有，他还在，他有，但是他补的很满，可是他是直直的一根一根放。右边都没补啊，他爪子是左右甩，前后不好甩啊，左右好甩。可是他角那个角落生物也补满满的，塞满满，你也打架不到。那个是爪力没弱。你看他借口超多的，他什么都有借口。好，你可以去看，你去看你说的，就是，反正他我昨天就跟弟弟去夹，他夹超烂的，他就没夹到什么东西，就哦天哪，就是，你知道他夹到两个，就夹到两个，你跟我你知道我，因为我那天在台北不是都没夹到吗？然后我前天就自己跑去我们家附近的夹娃娃机夹，给你们看我夹到了这些。我夹到的哦，你看，我夹到了你那个全系列的名侦探柯南，整套四个都有，我就夹到了。
你哎、欸，是你讲？嗯，我讲到七个。哦。六个，六个，六个。你都讲他干嘛？可爱啊！哎、欸，我还有夹飞，我还有夹到一个猫的那个啊，厉害好不好？哼。那你，啊、我还有夹到钱包，零钱包。大小差距。我那个零钱包跟你大小差不多，好不好？拜托。反正我夹到他们多少元，好像80块夹到他们了。弟弟昨天花了500块，然后就只夹到两个，就是有500。哎呦，我确定有500。我原本剩的那些有还超过一半哎、欸。妹妹才花一点，哎、欸，妹妹花20块就夹到了洗手乳，超厉害的。那个小的我也会啊。最好是啊，你那个罐子还不是落到那天堂，还落回去原本的地方，笑死我。因为那个我刚开始那个位置好弄，可是后来被妹妹弄过去了。你看各种借口，好好好好，是是是，妹妹很厉害哎。你看我们都夹到，然后就弟弟在那边都夹不到。我夹了两个花。一个花了200块，每个花200块夹到，拜托。但是你后来又想要弄另外一个，然后就弄了很多，然后没拿出来啊。所以如果整个算进去的话，还是大概就是200块拿到一个而已。因为弟弟，你知道，弟弟他都不听我的、欸，真的是，你看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啊，他都不听我的，我就跟他讲，你这个弄到了已经好了，后面没有可以弄的了，就是。他可能就是一个机台，可能刚好这个位置还不错，然后他就夹到，他就把还不错的位置的夹出来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其他的位置都不好，不要夹，夹不出来。然后不是，然后他就不听我的，在那边坚持，哦，可以夹到，我试试看这样子。然后就又投了超级多，就投了十几颗这样子，就投了100多块，然后想要夹其他的，结果根本就夹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就完全夹不出来。哎，真的是他都不听我的，我就跟他讲其他的位置不好，他就不听，就在那边讲，然后就夹不到，然后后来就放弃。真的是，你看老人言，我的比喻好不好？我至少年纪比较大，对不对？为何不听？他都不听我的，真的气耶！哈、哦，气死我了！你看，如果听我的话，他就不用亏损那么多。谢谢助理恩礼物，保家吗？没有，不是保家，没有到保家，保家都要400多块的样子，不是保家。小夹子的吗？哦，柯南是小夹子的。嘿嘿，你看，那赤井秀一，哎，怪盗基德，我最喜欢的。快到记得，还有安室透跟柯南都有，4个都有，真棒！怪怪，我想说，怪怪听是什么？而且我，对，反正我还有去夹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那天应该算运气蛮好，我10块钱夹到一个角落生物猫咪的，那个，娃娃形状的零钱包，拿给你们看，我10块钱一次就出来，哎呦，给你们看看，反正就是那次。夹到他耶！10块钱，我10块钱夹到他，厉害吧？可爱。
凤梨的副产品，凤梨有什么副产品？凤梨酥吗？厉害吧？我夹到它。然后哦，我给你看底下有什么。第一种就夹这两个，夹到这两只而已。其实这两只都还蛮快就出来了，但是我就跟他讲，就是他们的鸡台，他们是这两个不一样的鸡台，就他这个夹完之后，他觉得他还想要继续夹，可是我就跟他讲那边没有适合的位置了，他就不听，所以他就一直想要夹他这个鸡台里面的别的，结果花了100多块，然后都夹不到，所以平均下来就是他那个鸡台用了200块左右，然后就是只有弄到这一个。哎，他如果听我的就是好像他好像50、50、60就出这个了吧，但是他不听我的，所以最后搞了200。这也是他夹完之后觉得他还可以，然后想要继续夹，结果又夹不到，夹到可爱的就好。对啊，可是弟弟应该听我的才对。还没结束。因为我在跟他们讲，我10块钱夹到这个，哎，我10块夹到这个，哈，你有过吗？你没有过。我没过啊，我。你没有10块钱夹到过，你都要20块。我第一次夹的时候，欸，我10块钱夹到这个。没有，你是2次还是3次？第一次我是10块，因为第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抓超紧，直接给我浮出来。可是你下一个用了300多块，我记得。但下一个用超多了。我有10元书啊，按，啊，你这个小的，啊，我也有10元书，出个2、3次，在那个最小的那个右边两个的那一台，有2次。第一次还没热抓的时候，他都可以一次浮出来。听懂了吗？这个大小这个重量是。你没有加妹妹喜欢的角色吗？妹妹喜欢角落生物，她只要角落生物她都喜欢。哎，Hello，午安，可以吃饭了。对，可以吃饭了。凤梨汁之类的，凤梨汁会不会很酸呢，啊？凤梨汁。Hello， 阿翔，午安。哦，我今天，哎呀，好想减肥哦。就我今天开始有一点决定，我应该要开始减肥了。我觉得我今天应该开始减肥，然后，可是，哎，对啊，要怎么减肥啊？你看，你们看嘛，像饭嘛，就是那种淀粉类都会胖，所以不能吃饭，不能吃面，不能吃面包那种东西。然后，哎，欸，那还有什么可以吃？我现在真的是想不到有什么可以减肥的食物，欸，除了水煮蛋以外还有什么？妹妹会想看拉雅吗？拉雅是什么？中午也随便吃。为什么要减肥？我要减啊，养生餐。不是有什么养生餐，因为你看，我不喜欢，我不敢吃那个生菜沙拉。像假设我上学，我上学的时候我真的是，哦，我真的很头痛，我都不知道我要吃什么，因为学校的东西，你知道学校学餐都很油，很油，不可能吃学餐，但就只有便利商店。可是便利商店有什么是就是有什么是可以减肥不胖的，啊？因为便利商店基本上都是就饭跟面嘛，然后就不行啊，都淀粉啊，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吃的。生菜沙拉我不敢吃，沙拉的热量高，可生菜我也不敢吃啊。鸡胸肉，鸡胸可以瘦。就鸡胸不好吃，鸡腿肉比较好吃。不是便利商店，哎，我现在就是，嗯，我现在就是很不知道便利商店到底有什么是可以瘦又可以吃。你不敢吃生菜，我不敢吃啊。寿司会胖吗？哎，不是，会寿司会有饭也会胖。哦，哎，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吃的。你看现在便利商店，就我每次
买都不知道买什么，可能就只好买个布丁这样，优格，可是好像也蛮胖的，就很甜。就有什么好吃的啊？其实你已经颇瘦了，不行啊，太胖了。没有没有，我现在肚子很肉哎。都吃一样东西就好，但吃一半，可是啊，真的、啊、吃一半好饿哦。稀饭呢？稀饭可以吗？可是稀饭也是饭哎，会胖吗？稀饭，优格不会胖吧？但是它是有糖的优格，就是很好吃，甜甜的优格。没有没味道优格我不敢吃，超恶心的。我以前吃过那个，就是很没味道优格，超恶心的，我快吐了，我受不了，吃不下去。蛋糕卷一定打枪。我最近都少饭多菜。三餐吃生菜沙拉，天哪！小米粥 ，seven 有卖小米粥吗？我问营养师，问营养师，去哪问营养师？好吧。可是便利商店哪有可以的？便利商店，对啊，便利商店除了茶叶蛋以外，好像也没有什么比较，热量比较低的。你以前吃四条蛋糕卷，现在吃两条就瘦了，真的假的？可以吗？我只要减半就好，是不是？我一样可以吃我爱的东西，这样我炸的照样吃，但是我量少一点，是不是？这样会瘦吗？这样可以哦，那么好。有香蕉啊、哦？你说便利商店的香蕉，好像可以。吃素。哦，便利商店，那你吃素的话，你在便利商店你都买什么？便利商店有全素的东西吗？除了生菜沙拉以外，谁开厨房柜一直开着？有人开厨房柜一直开着，谁？不知道。谁的名汉堡不吃完？我刚刚去装水是关着的、啊。哦，上面的灯因为外面是亮的，里面改的不出来。这是谁的米汉堡？你觉得呢？妹妹啊。对吗？把它吃掉啊！为什么掉在这？热量。这几口能有什么热量？把它吃掉、啊，拜托。你等下都要吃更胖的东西，你在那边怕吃热量。我要吃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你要吃什么？栗子前几天说想吃章鱼烧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吃啊，为什么不吃？呼吸都在瘦，可恶的家伙。Seven 有素食区，真的假的？有素食区哦 ，Seven 有素食区哦，哇，中午直播都会有减肥话题，真的假的？现在刚好现在我们需要减肥吧，我觉得。对啊，要减个肥，没办法。假日跟我们去健走减肥，哎呦不错哦，走去健走吧。素食不见得一定热量低，也的确是啦，要看他怎么煮，对不对？哎哦，我觉得我脚，你知道我前几天吃超级多那个就是泡面类的东西。就是不管是无水泡面还是一般泡面，反正我前一阵子好常吃，我大概两天吃一次，或一天吃一次。反正我之前阵子就一直在吃泡面，好胖哦！我是吃那个吃到胖了。那我觉得我现在只要可以克制住，我现在真的要忍耐，我现在要忍耐，我不可以再吃泡面。我只要克制住，不要再吃泡面，应该就会瘦。
因为觉得瘦，我很爱走，他们都怕了。真的假的？那么健康啊？做给他吃，我 OK 啊，但是 他要来新竹啊，他来我家，我当然可以给他吃啊。我不太可能，我走总不可能把那么一大堆材料跟机器带到台北去了。他来我一定做给他吃，你跟他讲。他来新竹，我做给他吃。骑脚踏车比较开心，哎，脚踏车不错，我都会，我脚踏车也可以。脚踏车，哎，可是上坡我不行，上坡我宁愿走路。脚踏车骑上坡会死哎，哦，会累死，我真的，那真的没办法，超痛苦的。太多上坡了。脚踏车骑上坡我受不了，我会，我会下车用手牵，我受不了，骑得太痛苦。剩两个礼拜，剩两个礼拜什么东西？哦，你说公演吗？每天跑五公里，五公里，五公里感觉很多哎，五公里有多少？今天中午只吃鲜虾馄饨，没吃面，减少淀粉。哦，可以哦，抄手吗？还是清汤的那种？清汤那种应该可以。哎，你们要不要帮我拿货啊？拿什么货？你要买泡面？不是 ，Seven。要买泡面啊？不是泡面。钱付了没？付了。你买什么？你拿就知道。啊，我手坏，骑到乌来。这边的 Seven。没有。这边的 Seven。嗯。哪有浪费？没有浪费啊，我没花什么钱。好冰神好不好？在那边乱夹一通，哼，冰神多了。骑上坡真的要训练一下，骑上坡太痛苦了，我宁愿走路。上坡我要骑。啊，你好烦啊！我没有问你好不好？啊，受不了。拜托，真的是。这样没有面省十元。哎，没有面省十元。是啊。可是我怎么印象中，我每次点红油抄手，都比馄饨面还贵啊？只有馄饨的好像比油面的还贵。嗯。你的外套嘞？耶，我外套没有吗？我们要管他的，那就算了，走吧。我外套。谢谢。我也洗了。主席的桃花。和果子，快点快点每个东西都算热量就自然会瘦。有时候我现在也有稍微算热量，但是就是还是不会瘦。要像我一样。哎呀，你走开，受不了，怎么那么啰嗦啊，天啊，鲜虾馄饨而已，不是抄手哦。什么？你不用吃中餐了。为什么？你减肥啊。可是你不是说减肥不能节食吗？哎、欸，你自己说过的话你都不记得？你不是说减肥不能不吃东西？哦，良心要叫我不要吃东西，可恶的家伙！哦，哎呦，讨厌！下礼拜合照会有想法吗？哦，你说动作吗？可以的啦。你算出一天多少卡？我想想看，我昨天吃了什么东西。哦，昨天我昨天吃挺少的。嗯，我昨天。哦、我昨天第一餐是一份红油抄手。红油抄手热量大概多少？很多吗？红油抄手500多吧，我猜500多卡。
然后再来就是再来吃的，哎呀，我想到巧克力想吃了呢。我再来吃了一个巧克力，吃了一根健达冰什么乐巧克力，一条白色的那种。哎呀，我想到我想吃了，我昨天吃了一条那个巧克力，然后晚餐吃。我妈妈做的炒面加了超多酱的炒面。我想想看，大概就1000大卡左右吧，还行啦，一天才1000大卡。手机小笼包也太好了吧，带个彩带，减少我的阴影面积。你可以带啊，我没有彩带。不用减肥不行，我要减肥。巧克力好吃哦，哎呀，啊，我知道巧克力好吃。哎呀，我也好想吃巧克力哦。你知道我现在还有哎，我买了，拿给你们看。什么都拿给你们。就是这个，叮，好吃。你看我买了两个，我昨天吃了一根，这边还有一根啊，哦，好想吃啊，好香，我闻到它的味道了。没有啊，喝点茶没事，喝点茶。铁茶很坚固的，嘿，啊，好想吃哦，可恶，哎，可恶，我本来巧克力要到月底才能吃，然后放到月底才可以吃，热量我看一下热量。每一份量，本装包含2份。哦，哇哇，一条111大卡哎，哦，好多啊！我的天哪，哎，不能不能乱吃，大哥，吃一口喝一口分解茶，有那么厉害吗？这分解茶到底可以干嘛？这一罐也要28大卡，那我还要加我昨天有喝一罐，28大卡。还是要偶尔吃一下巧克力，会暴走狂吃，没关系，我把需要瘦的事情做完之后。我就可以大吃特吃啊，然后之后有需要瘦我再瘦，我就是这样子，起伏不定，瘦的时候瘦，胖的时候胖。原本要吃麦当，哇，那么好陪我减肥啊，可以哦，一起吃清淡，
营养师门诊。哦，可是弟弟有去看过营养师的呀。我有跟着听，可是我觉得，我听完我还是不太知道我要怎么吃。多吃地瓜，地瓜很甜，不是吗？你是说 seven 那种地瓜吗？那种地瓜都特别甜，那种地瓜不会热量很高吗？因为它很甜。我想说它那么甜，应该热量很高吧？还是它那是它本身就那么甜？有那么厉害吗？本身那么甜？哎，你们吃过他们新出的？我忘记是 seven 全家了，不是有一种马铃薯的吗？不是吃了一个，不是出了一个那个马铃薯的？就是烤马铃薯，你们吃过那个吗？我有一点想试试看，我没有吃过，但是就因为我本来就还蛮喜欢吃马铃薯，就感觉哎，马铃薯好像可以试试看，马铃薯可以试试看的感觉。上礼拜我们真的是边走。边听你直播，我做早点睡的时候睡，你睡死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睡死了，很好吃哎，我做的超好吃的，啊，全家哦，全家马铃薯，全家，你们吃过吗？可是马铃薯是不是很胖啊？马铃薯不是好像也是淀粉，对不对？非常好吸收淀粉，建议不要啊！天啊，好吧，不行。不要让自己身体受伤，为什么身体会受伤？有些人有些医院有减重门诊，地瓜伤身就不好了，不会伤身啊，为什么会伤身？不会啊，我都这么过来的，都好好的。可是我昨天有稍微克制，我昨天有吃比平常少一点，不知道有没有瘦一点，希望有瘦一点。喜欢你做的章鱼烧。我做的很好吃耶，啊，哎呦，这么一讲，我今天我又想吃章鱼烧了，哎呀，那不行哎，章鱼烧太胖了，章鱼烧会胖吗？章鱼烧算不算胖啊？你们觉得？啊，好想吃章鱼烧，好吃，章鱼烧算胖吗？哎，可是我章鱼烧都不加章鱼，所以不叫章鱼烧，热狗烧。热狗烧，好想吃哦！你知道我那天不是做章鱼烧吗？然后做了很多章鱼烧，然后弟弟原本说，因为弟弟说他减，弟弟他要减肥嘛，所以弟弟原本说他吃一点就好，结果他吃了超多的，他吃了很多颗。然后他吃了，他就说：“哦，你为什么今天要做章鱼烧啦？哦，你害我不能减肥了啦！”这样子，他就因为很好吃，所以他就克制不住，就吃太多，然后就抱怨：“你干嘛要做章鱼烧啊？”哎呦，这样子就是让他不能减肥，害他又要胖了。哎，他那天好像就胖了，就是他吃太多，因为他平常都有克制，但他那天就是。因为好吃嘛，但忍不住吃太多，然后隔天早上量体重，好像就重了，好像0.5公斤吧，500克，就胖了一些。他原本都有固定在一直在减，然后就胖了一些，就很好吃，真的好吃哎。章鱼烧的热量在夜市好像也是数一数二高，可是那是夜市啊，哎，夜市的油都放超多的，夜市的很油，我不喜欢。我的不油，我的油放很少，但是就算油放很少，那些面粉什么的好像也蛮胖的，对不对？那也不行吼。合照会试爆一下，你做好给露卡吃。啊！我想吃章鱼烧，好不好？我想吃章鱼烧，不是想做章鱼烧。你们对吃的有太多执念。
欸，拜托，我的人生乐趣就是吃，欸，我的人生乐趣就是吃，对，吃对我来说太重要。热狗热量比章鱼高，我可以不放热狗，我可以没有东西烧，我没有想要放热狗，只是因为不知道放什么才放热狗。但是其实没有热狗的我也很喜欢，就是单纯面糊跟葱的我就喜欢，我就觉得很好吃。我们葱都放很多，葱好好吃。对啊，单纯只有放葱的我也很喜欢。美乃滋有 我也很喜欢美乃滋，我都有放美乃滋，美乃滋我都有放。素的会放杏鲍菇，杏鲍菇哦，可以试试看。你真会买有印上角落图案的饼干和蛋糕给妹吃吗？哎，会，蛋糕不会，饼干跟糖果会。我们握手会玩要吃披萨吃到饱，哇，吃披萨吃到饱那么好。还好我现在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一阵吃就随便了。反正我就是吃，我的最大兴趣就是吃，应该说我活着的兴趣好像就只有吃了，因为真的吃是唯一可以带给我很大的满足跟愉悦的一件事情。哇哦，哇，我不能没有吃，哇，我不能没有美食，我一没有美食我会发疯吧，我会疯掉。我真的目前为止没有找到任何一个能超越吃带给我的快乐的东西。吃太让我幸福了，不行，我真的不能没有吃，太痛苦了。没有，不能没有美食。可是你看，现在要减肥，现在减肥的，但是就是你知道，我就算减肥，我也不能就是，像很多人可能节食啊，或者是只喝汤这样，哦，我会死，我不行。就是我就算减肥，我还是要吃一些我喜欢的东西，但是只是说可能要选择一下，像如果是那种热量很高，我都很油那种炸的，那就不行，可能就只能挑一些比较清淡的，但是又有辣味这样，因为我喜欢吃辣嘛，所以其实基本上只要有辣的味道，就算是比较清淡的味道，我觉得 OK。对，难怪我不想当模特。对啊，模特太痛苦了，那好瘦，那个太瘦了，模特要太瘦了，那个。哎，会剥夺我的人生最大乐趣，呵呵，不行，改送吃的过去，哈哈，我一定开心啊！你送吃的我一定很开心。美食猎人，美食猎人，我没有看过哎。改吃迷你食物，迷你奇异果，哎，那个奇异果看起来很好吃，会很酸吗？那个奇异果好可爱。有个成员也是嘴巴还是会嘴馋，现在模特也不是一定要瘦，要真的很瘦，然后很瘦，我认识的模特都好瘦，超级瘦的，除非他们转行了，可能转行走综艺或者走演员，那当然就不用。但如果他们还是真正的，还是完完全全的模特的话，走那个走秀、走台步的那种，那还是都很瘦，超瘦的。肠胃道会受损，为什么会受损？改送吃的可以吗？祖祖蛮瘦的吧，而且祖祖转行了不是吗？祖祖现在已经不是模特了，他现在已经是偶像了不是吗？对啊，他现在已经转行了吧。我是说那种就是真的就是走台步那种，就我有认识一个就是100%模特的那种，那就真的要很瘦。皮为酸，果肉不酸，皮可以吃哦，可以吃皮哦，
奇异果皮怎么吃啊？毛毛的不是吗？毛毛的，每天被我妈妈嫌胖，为什么？小月不胖啊，我印象中你不胖啊，你还蛮瘦的吧？猪很瘦，他很瘦，他很瘦，好不好？只是说，如果你们硬要讲说模特的话，哎，我之前认识一个超级瘦的，他比我高，他178公分，然后好像52公斤的样子，超级瘦的，又瘦的不好，就天哪，他178公分，他很高，然后52公斤，真的很瘦。我还有认识一个，他好像才高一而已，他173公分，46公斤，超级瘦的，就每个都超瘦，就是天哪，就是都是骨头，超级瘦的，超瘦的。我没有想像他们一样那么瘦，但是但是我可能还是需要再瘦一些，再瘦一些就好。看不出来而已，是吗？你看起来不胖、啊，怎么会？迷你奇异果眉毛，真的、啊，酷哎、欸！迷你奇异果，谢谢享誉的 Kiwi， 178，祖祖比我矮、欸，我也才175而已。哦哦哦，祖祖妈妈啊，他妈妈那么高、啊，吓我一跳，真的假的？178很高哎、欸，他妈那么高啊，好厉害啊！妈妈，你说现在吗？现在的52公斤吗？可是我看过他妈妈哎、欸，祖祖比他妈妈还瘦啊，祖祖看起来比他妈妈瘦哎、欸，不可能才52吧？178，跟你一样高，体重是一半。那个人真的很瘦，那个人，对他全身的骨头。他也是模特，就是完完全全模特这种。你可以吃小番茄，哎、欸，小番茄很好吃，我喜欢。我说足吗？他52公斤而已，妈妈52公斤而已。哇！模特的臭脸，会啊，当然会啊，会吧。可是他妈妈感觉没有祖祖瘦哎、欸，祖祖更瘦哎、欸，52也太瘦了吧！天哪，好瘦、喔，大可爱苗条吗？没有，他不苗条。买杯手摇饮，不可以再喝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手摇杯最容易胖了，手摇杯超胖的。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戒掉手摇杯了，我以前都会忍不住买，我现在戒掉了，我现在都不买手摇杯。你减肥干嘛？上婷，你够瘦，你不要减了。合作会来个模特的臭脸，我想要臭脸，不要臭脸。臭脸好怪哦，臭脸很丑哎。臭脸，好，其实也可以啦，你们如果想要的话，不要糖就好。哦，你说手摇杯无糖哦？啊，无糖会不会不好喝？我都点微糖，我以前是点微糖，但是现在就想说干脆不用点，因为如果无糖的话，无糖就不会到很好喝啊。那既然也没有很好喝，那干脆就。不要喝，对，我算胖，你哪有胖啊？乱讲，你超瘦的好不好？啊，你这样还叫胖，真的很气耶，讨厌，无糖不好喝，对，我也觉得无糖不好喝。我以前也想不加糖，后来觉得没糖太空虚，真的，有没有？嗯，你跟我想法一样，真的，没糖太空虚，干脆不喝，真的，就是，与其点无糖，还不如不要喝。无糖就没有那个感觉了，
我是微糖，我点微糖，没有全糖好不好？全糖太甜了吧？微糖，三分糖，我都点三分糖。对啊，戒掉省钱。哦，为钱才戒掉的，我是为了减肥。全糖，天哪，怎么会喝全糖？全糖很甜呢。先撇开减不减肥的问题。全糖很甜耶，单纯喝全糖就是很甜，超甜耶，我受不了耶。 我就算没有要减肥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受不了全糖耶，太甜了，全糖真的太甜了，会喝得很腻，我没办法喝全糖。我以前都很少喝饮料，现在浪花少出，每天一杯。你浪花可以少出，但是你也不一定要每天一杯手摇杯吧。哎，手摇杯少喝啊，手摇杯太甜了，不要。1.5 倍糖，为什么喝那么甜呢？戒掉糖分做起。有啊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没有喝手摇杯了，但就是有时候巧克力还是，哎，巧克力太诱人了，有时候巧克力还是忍不住。甜才幸福，太甜了，哎，那真的太甜了，我最多就是半糖哦，除非是那种。他就是有规定的那种不能调的，那当然就不会调。可是如果是那种可以调，我通常就是我顶多就半糖，我不太会到全糖。啊，除非是蜂蜜啦，蜂蜜的话我就会弄，那就全糖，因为蜂蜜本身也没有多甜嘛，蜂蜜不会很甜。肚子好饿，啊肚子好饿，你知道我从昨晚，我昨天晚上我肚子一直叫，我从昨晚饿到现在。我昨天晚上洗好澡就一直肚子好饿，我昨晚就一直肚子很饿，然后肚子就一直叫，妈妈也听到我肚子一直叫，对，好饿哦，叫到现在还在饿，还在叫，好饿，哎呦，肚子好饿。忍耐忍耐，我明明手边就有巧克力，但我都不能吃，好气哦，可恶。巧克力布丁奶茶，这热量应该很高吧，感觉热量就很高。糖感觉是习惯，慢慢减就不会太痛苦，饿太久不好。可是要吃什么啊，又不能吃糖，不能吃巧克力啊，泡面也不行，吃手，吃手手，不好吃，好饿，面排名。怎么排名有很多我刚刚没看到的人呢？奇怪，我刚刚漏看了，是不是？我刚刚没有注意。对啊，排名有几个我刚刚没看到的。哦，肚子好饿，好饿，肚子好饿。你们听得见我肚子叫吗？第十名李思琪，谢谢。第九名思源，谢谢。第八名青云，谢谢。第七名朱里恩，谢谢。第六名为积分大师，谢谢。第五名 AB Fly， 谢谢。第四名草莓酱，谢谢。第三名 Luca， 谢谢。第二名，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刷新了？哎，刷新了是不是？啊，谢谢三三塔的万沙里，谢谢快乐爱主席万沙里。然后说能念到一半，刷新了，怎么这样？刷新了，哦什么餐盒好了？餐盒，你说面包不行，面包很胖，面包很胖，哎，不可以。好，我从第五名开始念，
第五名草莓酱，谢谢。第四名卢卡，卢卡，谢谢卢卡。第三名三生堂，哦，我的白眼也太白了，好丑啊！为什么每次我的你的头贴都是一些有的没的奇怪的照片？好啦，谢谢。第二名怪死，谢谢怪死。第一名快乐爱主席，哎呦，耶、yeah, ！谢谢祥宇，谢谢。好，啊，我要去觅食，我要去找那个热量低点的东西觅食。啊啊，想吃杂粮啊，糙米，糙米是不是也不胖？都很可爱，谢谢主席，看看你哦。好啦，好啦，我要去看看有什么比较不会胖的东西可以吃。哎，祝我减肥成功！哎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减肥成功的话，我就穿露肚子的衣服。哎，我没有露肚子的衣服啊，那我就去买露肚子的衣服，我就去买来给你们穿给你们看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前提是我要剪成功，那就下次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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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每天骚扰我，每天提醒我减肥，是不是？就是应该有肚子才叫做肚子。没有啊，我要那种，我要。